我来这里喝咖啡是家常便饭，我只要来到雪季我都停留在这里的，所以大家也见惯不怪的。所以你问我是为了他们，反而是他们在最近才把地点改来阿姨档，那应该说是我老早都已经计划做这些工作，我总没有在一个月前安排的活动我不来，这个是我的选区。所以其他回来我不是在这间咖啡店，就是在隔壁，所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我从来不敢轻敌，我从来不把任何对手看成是的我们一定可胜，或者是一个比较弱的对手，从来不这样想。能够来这里出征的人呢，他一定是不是猛龙不过江。既然他们已经做好准备，觉得自己有胜望，那我们就要反复的思考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乘坐应战。对我来说，谁来都是一样的。再者，如果他们要来，你不能阻止的，那你还想这么多干嘛？就应该是的，乘坐应战，以平常心去面对。我以平常心，本来怎么做就一样的做。我要讲的话，我还是一样讲。